威廉28日开心宣布升格为人父，在脸书向大家喊话我结婚了，不想偷偷摸摸，但也不想高调张扬，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喜悦。因为太太是圈外人，所以贴心的要大家给他们多一些空间，并谢谢一路支持他的歌迷，现在要成家立业了。但喜讯来得突然，大家也纷纷猜想是否是双喜临门啊。威廉立刻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太太没有怀孕啦，如果看到或拍到她肚子大，一定是因为她吃太撑，还标注是太太叫她说都，可见两人私下互动实在太可爱。他的发文曝光后，留言区挤满一整排蓝勾勾，九把刀惊叹的发了24个哦，看得出来真的有被吓到。好友徐佳莹也大喊恭喜，大家也涌入祝福，要他们幸福久久啊！Oh, oh, oh.